我很担心写错了，不然你就是先拿我的哈，先改改看。再不然的话，就是你可以两边比对一下啦。我是建议有时候哦，真的后来发现，真的程式哦写错了不要硬改，一直在那钻牛角尖，你就拿一个对的就好了。哦，那所以你首先你身边一定要有个对的，不然你永远都改不出来是正确的。那不要以为就是因为你一直乱改哦，改到最后说真的，你也不知道到底哪里是错的了。那最后变成会有一点那种走火入魔的现象，就慢慢发现，然后不知道怎么才是对，所以千万记得，如果你有这种现象，请你打住，真的，不然你会越写越陷得越深然后你就会有点是迷惘，然后开始就会质疑自己的是不是有哪里有，然后开始就会钻牛角尖了，真的停住了，OK，找一个对的就好了，其实没有这么复杂的。事情真的很简单，你就拿对的来，甚至你拿我来贴，再来确定一下两边到底哪里不一样就好了。真的这样写程式，我觉得就比较不会哈，一直在做一些我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啊。OK，所以记得啦，一定要找一个对的，一定要把它记起来，而且要把它留起来，千万不要以为你记得起来，其实你根本记哈是记得起来，但是缺一个地方。就不 OK 了，程式只有100分，没有那个90几分的。对你，即便你记忆力再好了，你打完了哈，你还是缺东缺西，漏东漏西。啊，再来的话，可能要利用一些简单的小工具。所以今天不是有提供给各位 SQLite Browser 这东西的话，有的时候也会派上用场。对，因为有时候你程式写完，那错在哪里不知道。打开来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进去嘛，对不对？那这样就比较简单。所以为什么要提供给各位像这种小工具？坊间书里面也没有提供啦，不提供给你，他就是要叫你写程式嘛，你写不出来挂了就挂了，就卡在那里就过不去了。所以很多人看书，大家看到前面几个章节，后面就跑不下去了，因为一直过不去哦。那后面也不用这样，所以书可能就放到那边了。那我们上课不可能这样的，所以我们上课重点是教你怎么做，而且一定要做得出来，并且要懂得应用啊。OK，这才是重点哦。他书在那边自己回去看啊，都看得懂，可是看得懂不见得写得出来啊。OK，而且他用的方法不见得跟我一样啊，我只是给各位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哈。那再来的话呢，请各位再看一下那个这个刚刚的删除，所以关键就是这一段哦。OK，好，那细节部分自己看啊，因为我把它已经加颜色了，哈，就那再来的话就是 update，其实 update 哈，它的道理就是说，跟删除有点类似，但是不是把它删掉，而是说你要先跟他讲哪一个 key，他根据那个 key 去更改哪一个电话号码，所以 key 是编号嘛，那修改哪个号码，比如说我今天呢，假设以那个 table 01来看。比如说，我今天一样打开那个 table 01里面的那个资料，OK，那这边的话 table 01，那里面的话呢，如果最后一笔哈，它是什么02，然后后面都8，那假如说他今天说打电话说我今天要把它改，不要用家用电话，这是家用电话嘛，对不对？我想要改成手机号码，对哦，OK，那改什么手机号？我说会员打电话来说我要更改我的号码，OK，比如我可能换了一家了，可能。从其他家换一家，电话怎么勾修改？所以呢，三号这部分我先修改怎么改哈？其实道理很简单，其实你可以把 delete 复制贴过来改。那哪里不一样啊？关键就是这个地方，本来只有一个 x，现在的话要多一个 y。修改哪个编号？所以呢，这个编号是 key 哦，以它为依据去修改三号的电话号码，所以三号的电话号码。后面的语法就 update 哪一个资料表，OK，所以我今天是修改是 table 01的这个好了，哦，就是3号的。那 set 它的，所以先跟他讲说他的电话号码栏位名称等于，那特别注意哦，原来的那个电话号码哈，我们是假设是02哦8888这样好了。那特别注意哦，因为它是。文字，所以前后要用单引号，这个很重要哈。OK，那如果说我要把它变成 Y 的话，其实做法一样嘛。哦，所以也许跟你可以记口诀嘛，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加加移到中间，
再把变数放进去就好了。OK， 不过哈、哦，可能同学比较容易有障碍的，真的就是这个啦。嗯，前后为什么还有单引号？啊，其实道理就是这样啦，零二原来是长这样啦。那你要把它串上去的话，你不能够直接把 Y 放进去哦，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字串，那你要切开来，就刚刚讲的哈、哦，所以这个我想还是不断演练，然后。细节部分的话齁，也许你可以再看一下前面的说明齁，双引号切开移到中间，加加移到中间，再一个 Y。啊，如果你实在是记不得的话啦，干脆就背口诀算了。双引号两个嘛，移到中间，加加两个，再移到中间把变数放进去，可不可以？也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齁。那只是说呢，如果像这个比如说 number 齁，本来是3长这样子。那我如果要串 Y 在后面的话，特别注意哦，因为它只有一边哦，所以不用两个。刚刚是因为在中间，所以是先两个双引号，然后两个加。啊，如果在右边的话，就删除掉它，有没有？就直接跑外面加一个 X 就好了。啊，另外一边为什么不要？因为另外一边没有东西啊。哦，啊，不然的话，你现在不习惯，不然这样加一个双引号，这样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不过就是多此一举啊，加一个没有东西，是比较安全感嘛。哦，不过这样写也可以啦，也不会错，只是说没有必要啦。哦 ，OK， 好，那这边的话哈、哦，就是 number， 不过这边可能会有个问题哈、哦、，number 因为在那个 table 01好像是文字的话，那可能就是单引号要加一下。如果是单引号要加的话，这样是 OK 的。好、哦，但是我发现哦，不加跟加都可以哦，好、哦，不加跟加都可以，所以我们先不加好了，把、哦、这个后面拿掉。好，就是串一个什么，串哪一个，然后呢，就是让它跑一下。好、哦，那再来的话呢，一样就是把那个SQL 语法传给 SQLite 资料库，那 commit 确定把它更新了，啊，再把结果 print 出来。所以呢，我今天就修改好。假设那个3号的那个会员打电话来说，他要更改什么呢？更改他的电话是手机号嘛，所以他就0988嘛、哦，好，他就喜欢8号，这样就现在习惯都发嘛，哦，这个号码应该很贵啊、哦。好，Enter 一下，好，那我 Enter 之后的话呢，他就是修改，并且帮我查出来 ，Enter， OK， 有没有发现就更改 ，OK， 好、哦，所以其实。这边的话呢，主要就是到资料库里面不是删掉啊。不过之前有同学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update， 我干脆删掉那一笔，重新再 insert，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可是太麻烦了吧？你干脆直接 update 就好，你何必还要把它删掉，重新加一笔3号？好，那所以这边的话，实际上就是把它直接做输出。那另外，不过这种是应该是很顺利的情况下。可是如果说假如哦，你的程式一直发生问题，如果你程式一直通常会卡在哪里？卡在这一行哦，比如说像什么之前有同学哦，等号，因为他可能看我云端的地方哦，那个等号不清楚，他没看到等号，因为他这边少了一个等号，对不对？啊，如果这没有等号的话哦，假设你今天再重新改一下3号电话一样改这个，哎不改换一个。哦，他就好改这样，可是呢，因为这边他忘了加一个等号，会怎么样呢 ？Enter， 哦，特别注意哦，他其实哦也会告诉你一些讯息，有没有？他说你这个 SQLite 的 operator L 哈 near 哦，而且还跟你讲说 near 哦，靠近哪里呢？靠近这个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 Y 嘛，哎，有没有？但是他并不会告诉你说你少一个等号。他只会跟你讲说你好像少一点东西在哪里附近，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哦，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啊，在这附近不就前面不就后面，那你就看一下哦，少一个等号，对不对？那你就 OK 啦。好、哦、啊，但是另外有一种情况说奇怪了，我看半天我还是看不出来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啦，就是你可以 commit execute 哦，先不要 execute。像以前哦，我学一招还蛮好用，不管任何。资料库啦都差不多，就是把什么呢，前面加一个 print， 就是你在执行之前先 print 看一下，
你的语法 O 不 OK？ 三，好，不要改零九九九九九九九这样 Enter， 它不会 SQL 没有 SQL 是丢给 SQLite 执行哦。啊，这里是怎样？先不要执行，帮我把这个语法先 print 出来。啊，你可能要自己先看一下啊，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错误的，有没有 ？OK， 啊，如果你看到啊、哦、这边少一个等号的话，你就把这边改一下。不过如果你实在是不会改哦，有个方法啦，我以前还试过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拿什么拿 SQLite Browser 哈、哦，它里面 SQL SQL 你可以把它贴上，哦、啊 SQL 看看，不过理论上它有的时候会告诉你哪里错啦，而且它会帮你把游标停在这里，但有时候它如果找不到的话，它就会死档了。OK， 好，我之前我有用过类似方法啦，反正 SQL 一下。哎，有没有？哦，它是否存取错？哎，不，它为什么需要存取网路？那它就一直跑。有的时候它会告诉你的，啊，有时候不会就直接死档了。好、哦，可它表示说这一行有错啊，反正就类似像这种方式哦，你可以找用 print 的方法找确定 OK 之后的话，这边再加一个等号，然后呢，你就是可以把这一行给注解掉。这一行在 SQL 就可以完成了，哇，请各位试一下哈，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试一下 update 部分。所以今天的话哈，其实最重要就是跟 SQL 资料库连线，哈，连完线之后要做什么？就是建资料表，哦，所以 SQL 语言里面最重要像什么 DDL， 哦 ，DDL 里面就是设计资料库、资料表还有栏位。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前面 create table， 其实在 insert into 里面的范例有提到，啊，再来就 DML 就是你要怎么去做一些资料库的管理动作啊，其实最重要就是四个啦，新增、查询、删除、修改，哦，大概这四个东西其实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哈，啊，如果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演练的流畅的话啦，以后不管是在哪一种环境里面都一样会遇到，即便是像那个 VBA 里面哦，其实连资料库啦，其实概念也是差不多，只是说它用的连线的那个物件哦，不是用 SQLite， 而是用 ADO 啦，哦，那其实其他好像我感觉是差不多的东西哈，所以细节部分的话，请各位哈再稍微试一下啊，另外如果实在有问题的话。云端上也有参考的答案，哦，那我也会把那个程式，哦，也许我会把它贴上来，你就自己再参考一下里面到底哪些地方有问题，哦，那如果这部分做完之后的话，哦，那再来后面的话我们就会再讲如何批次的从，因为我们现在是输入一笔 insert 一笔输入一笔 insert 一笔，那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效率实在太差，如果我外部有一些已经有很多的像客户像客户资料啦，或者是说那个会员资料，那我应该是外部读取，所以很多时间可能也差不了多少，那下一次上课的话我们就会再来看，就是我要怎么样把外部的档案读进来之后再把它写到资料库里面去哦，所以会跟那个之前上课读取档案部分会结合，档案跟资料库哦会结合之后，那后面的话会再延伸，就是说如果我这个资料不是在档案，而是在网络上面，哦，可能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个开放资料，像蛮多开放，或者是说其他公司提供的档案，或者是股票证券等等，它也会有一些类似开放资料，那我要怎么样把它读进来存到我的资料库里面，哦，所以后面的话呢我们慢慢会再延伸，就是说资料库怎么批次写入，哦，啊，再来的话就是说如何再延伸到网络上面，所以在下一个礼拜的话我们慢慢就会再讲到读取网络上面的资料，哦，那可能会还是先从网络上结构比较简单的资料开始讲起，好，那慢慢的话再讲到结构稍微复杂一点的，等于有点像网络爬虫嘛，不过因为网络爬虫其实齁，复杂度蛮高的，所以我会讲一些至少
基本的一些网站，怎么样把资料抓下来哈。那回去的话有时间呢，可以预先，因为云端上也有一些相关的程式哦，也可以先预先先稍微参考一下哦。那剩下我想请各位哈，就试试看。